咁啊，三位运动员同埋咧就阿聪咧，一阵间咧都会啊带领我哋做运动。嚟啦，我哋做啲伸展先，好唔好？其实男士咧更加需要有防晒，咁当然啦，即系要拣啲好嘅防晒咯。我通常咧都一定要搽防晒，因为咧真系会晒粒皮啦。其实咧就唔好落水之前搽咯，应该系可能半个钟或者一个小时之前搽咧，佢先吸收咗咯。各位运动员加油！咁希望即系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哋香港嘅运动员，等佢哋可以有更加好嘅成绩啊！唔单止系咁噶，因为咧品牌咧除咗照顾 Louis 之外咧，亦都照顾佢屋企人啊，阿仔同老婆都有一件，你等等。